水上哗啦啦的螃蟹，户外天空乌云密布，把镜头拉近，刚柱的连接处滴滴答答。台北市议员徐小新炮轰，这是花了43亿元打造的台南科技城，建筑物的施工品质竟然是这样，还强调雨势大一点，水会直接漏到一楼去。贴出了多张照片，标示说连毛巾盆子都拿出来接水，这就是漏水。有外面的水可以进来吗？没有。为什么要放一个盘子？为什么里面要放毛巾？是墙壁会尿尿吗？时下这倾盆大雨，但是这样的豪大雨可能还不如邪恶歪嘴的口水雨。徐小新炮轰台南的建设，点名王定宇和黄伟哲，但是实际到停车场，强调绿建筑半开放的设计是要维持通风，下大雨时雨水顺着风势不是直接洒在地上，就是顺着钢梁滴落地面，就是以开放式来设计，来加强我的采光跟通风的状况，所以它是开放式的。公布的都是以核心区域的面积为主，目前都是在做招商和规划中。秀出了科技城的平面图，工作人员解释，核心区的招商持续进行当中，其中有两栋厂商已经进驻90%。沙伦智慧绿能科技城，2016年之后中央大力推动，沙伦绿能示范场域占地7.44公顷，光是进驻厂商就有28家，800多人。被徐小新炮轰是空城，沙伦绿能科学城提出了数据，否认外界指控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。